重点是你是什么原因要跟人拍你讲嘛？伊够对不起你，伊够家己安怎？江湖，安怎家己安怎？是家己安怎对？我看是比拢清清楚楚呢。你是大人了，他80岁，80岁，还听我说你妈妈？如果我打你妈妈，你会对我怎样？如果我打你妈妈，你会对我怎样？我没人告他。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？你真了恨吗？我妈妈疼你疼的要命，就算是我停车停在你后面，你骂我，我回来我跟我妈妈讲说你骂我，我妈妈都跟我说不要理你就好了。啊，你这样子，我妈妈疼你疼的要命，你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她也没怎样啊，你就打她。啊，你打狗狗费，毒到哪里去了？一个80岁的，就算她不对，你也不可以动手。你敢讲是你动手？哈，四驱都录到了，你不要再讲这种话。那你说，阿伯八十岁，敢先跟你拍？你拢讲嘿，你手敢无回我头啊？你手举啥？你敢无举棍啊？举棍啊，要上头。对，人是人跟你。我拍狗啊，拍了我就行过遐，我拍你啊！你拍恁？你拍狗啊吼？你敢讲是跟你拍狗有无？那是阮大嫂。嘿，我再叫弄动保会跟你抓，来。你怕啥？你怕啥？你敢讲一解？你怕啥？他问到就够了。好，有啥咪要甲怕？好好，你叫啥咪名？你叫啥咪名？你这不巧，你这奇怪多嘞。我还是看过无？你把这边不要出看哦。够了，再搞怕。